为什么他们都欺负我？就因为我没有超能力吗？你想要欺负你的人都受到惩罚吗？我只想和他们做朋友。只要你吃下这颗情绪糖，大家都会和你做朋友。好。现在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们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美丽，莎莎，这是你们要的零食。怎么才这么点？明天我要吃进口薯片，没有的话，小心我的积分斩不长眼。大少，我让你写的作业呢，给我。在这儿。我这次作业要是得不了满分，我就在你脸上画胡子。莎莎，你可真聪明。莎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找大圣。我也在找他，你尝尝他给我的零食。全部是坏的，我也想问问他究竟干了啥。他给我的作业老是罚我抄50遍，我看看。你们要和我做朋友吗？大圣，现在你的愿望实现了，我们可以换回来了。下课，我来打扫卫生了。大圣，你快回家吧，我们来打扫。你们还有作业没写完呢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我们都有超能力，很快就打扫完了。那好吧。看来他们真的愿意和我做朋友了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